欢迎您，詹总。詹总，里面请。我专门给您安排了满汉全席，好热闹啊！听说叶老太太今天寿辰，特意备了份薄礼。哎呀，谢谢詹总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 叶家人都在这儿了，还有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赘婿，让他请过来。詹总，那就是一个送外卖、送快递的废物，他不配与您见面。哎呀，我说第二遍，去把那个赘婿带来，警告他，别搅了单老板的面子。你还摆什么谱呢？快给詹老板跪下赔罪！不必。 惹怒了詹总，我看你有几条命可活。这个废物害死咱们娘俩！李先生，请上座。